只想听你为我去我的想见你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看到你后就想唱《想见你》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是不是第一个这样出场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骑摩托车，就被人载。你说被人载吗？嗯。哎，右边有花，是莲花吧？对啊，好像到了。停这边。好。哎，小心小心，你这样，这样把它提出来就好。好。好，看一下头发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